如为誓言，赫连心与洛青莲此生不得相守，一个人孤独而终。父亲，本王观察你多时，情义有，能力有，手腕有，魄力也有，所以这个安王爵位由你来做，才能做得安稳。本王的遗志也只有你才可以传承。父亲，你选我并不是因为昭儿，你觉得本王会以几十年的心血江山来给你读这个吗？父亲，何连心，儿子在。本王要你对天发誓，从现在开始，本王所说的话不能泄露给第二个人。苍天在上，赫连信必严守秘密，如为誓言。洛青年，拿洛青年来发誓。如为誓言，赫连信与洛青莲此生不得相守，一个人孤独而终。